大家好，我是 Spark。最近这个行动管制令导致了很多的商家不能营业，影响了马来西亚的整个经济。很多的老百姓手停口停，中小企业都面临倒闭的危机，叫苦连天。怎么办？不用担心，我这里有一个可以帮到你，又可以帮到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同时又可以帮到前线医务人员的计划，想要分享给你。请你一定要耐心的听下去，因为这种自己拿到好处又可以帮到别人的优惠不是整天有的。这个优惠我们把它叫做拯救马来西亚2020计划。那什么是拯救马来西亚2020计划？拯救马来西亚2020是由多名来自不同领域的著名企业自发性启动的援助大马计划，目的就是透过商家向人民提供优惠券，让你可以在疫情期间以便宜的价格买到日常所需产品以及服务，也让商家可以透过这种给优惠券的方式帮助商家们度过经济上的难关，同时也透过这个计划为医务人员筹募物资，防止疫情恶化。只需要19.9马币，你就能够参与这个计划，拿到优惠券，帮助商家为医务人员提供物资。以19.9参与这个计划，你会获得什么？又可以怎样帮到商家跟医务人员呢？19.9当中的9.9会给予医务人员用来购买对抗疫情的医疗物资，比如口罩、呼吸器、防护衣等等。当中的这个10块钱会给予商家，来协助商家在疫情期间度过经济难关。而你可以获得超过100位商家提供的这个超值优惠券，价值远超19.9。那为什么你应该参与这个计划呢？参与这个计划的你是在帮助别人，同时也在帮助自己。一旦医务人员倒下，受疫情感染的人将会暴增，中小型企业倒闭，也会引发这个失业潮，全民都受苦。你的19.9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度过难关。那如果参与了这个优惠券，在哪里可以兑现呢？无论你是安卓还是苹果用户，只需要下载 FIGHT2020 的 APP 就可以兑现这个优惠券。那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优惠券呢？超过300位商家提供各式各样的优惠券，包括吃喝玩乐、衣食住行、科技、教育、摄影、视频拍摄等等，而且持续的增加中。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截图这个二维码，然后扫描或者是点击影片资讯栏里面的连接，按照网址的指示进行付款19.9就可以了。接着下载 FIGHT2020 的 APP， 就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兑换你的优惠券了。我们知道现在的行情真的不好，商家们就一起联合起来推出这个优惠，给大家更多的福利，同时也帮助自己度过难关，也帮助前线医护人员。所以如果你参与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举三得。那也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来让更多人获得这个优惠，也帮助参与这个计划的各位商家和受益的医护人员。所以在这里我代表所有的商家还有医护人员来向你们说一声谢谢。记得你要做的是先按分享让更多人看到，然后点击简介里的链接参与这个计划。谢谢大家。